在一片宁静的花园里，这颗小小的卵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卵里的生命开始萌芽。在阳光和春风下，卵内的小小生物逐渐成长，形成了一只微小的毛毛虫。这只小小的生物开始在叶子上觅食，毛毛虫的身体不断的膨胀，变得越来越大。毛毛虫制造出一个坚固的丝绸茧，并在其中躲了进去。在经过一段静默的时间后，茧开始发生变化，内部的生物经历了一个惊人的转变，最终一个崭新的生命在茧里破壳而出。这只蝴蝶慢慢地展开翅膀，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妙。从一颗微小的卵到一只优雅的蝴蝶，这是一个奇迹般的转变。